嗨，大家好，我是英特尔，欢迎大家观看新的一期《火车模拟2019》。Dovetail Games 及多乐堂游戏在三月份又开启了新的狂热特卖活动。本次活动包含两款游戏，《火车模拟2019》还有《火车模拟世界》。这两款游戏的本体及大部分车辆线路 DLC 都享有比较大力度的折扣，50%到60%。本次特卖活动截止日期是3月18号，请各位玩家朋友在此日期之前登录 Steam 平台进行选购。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游戏内容吧。今天我们来跑这个其中的大都会北方铁路里面的 M7A 型的这个机车。其中的任务，这个繁忙的早晨。那我们先进游戏。好啊，把杠杆吼过来，吼过来。这个，任务还比较多，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任务，然后还有一个火车迷的一个任务。今天玩这个最难的先开始，我们把最难的先玩。时间长度50分钟。欢迎 Maggie，晚上好。大清早的，然后一堆这个大都会北方铁路的列车们，繁忙的进入这个都市，确保这个乘客准时的到达他们所要去的目的地。早晨开往进城的这个方向的乘客是比反向的这个乘客要明显的多很多，因此我们这个，应该是运输部门吧，然后添了很多这个列车，加班加点呢，满足这个乘客的需求。您将驾驶列车416，从这个 Greenstone 辉石到 Grand Central Terminal。这两站之间所有的站点都要停，因为这条线路上就是 AI 车啊什么的比较多，所以有可能会晚点。季节是夏季，天气是晴天，早晨7:07发车。好，那我们就还是先了解一下背景吧，老样子。没错。North，这个应该怎么搜一下？我直接搜这个 M7A train 能不能搜出来？这个可以。任务结束扣分1万分，很有可能。这边是他的一个介绍啊，没有中文，就看英文吧。LIRR 是 TSW 火车模拟世界里面的 Long Island Railroad 长岛铁路的。然后我们今天是跑这个 Metro North，也就是大都会北方铁路旗下的，它都属于这个纽约
交通运输署管辖的两个分支机构吧。然后我们其中跑进那个 Metro North MTA， 生产商是庞巴迪运输公司，M 系列的，1999年到2006年生产，一共生产了1172台，其中长岛铁路是有836台，北方铁路是有336台。这个编号的话，长岛铁路是7001到7836，我们今天跑的这个北方铁路是4000到4335。A 型车是容纳乘客110位，就是一节车厢。然后 B 级车是一节车可以容纳101位乘客。座位数 MTA， 对，这个就是应该叫这个英文吧，大都会运输署，英语是叫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是管理美 MTA， 简称是管理美国纽约市公共交通的管理机构，成立于1967年，管辖范围达4000平方英里，总人口1800万的大纽约地区，包含纽约市5大区、纽约州12个县、新泽西州及康乃狄克州部分地区内的所有的交通运输。该机构拥有并管理纽约地铁、巴士及渡轮。下辖单位包含这个纽约市公共运输局、大都会北方铁路、长岛铁路、长岛巴士公司、桥梁及隧道管理局，以及大都会运输署公车公司，管理这么多下辖的机构。车长是25米，将近26米，车宽是3.2米，最高行驶速度是161公里每小时，设计速度，实际运行的这个速度是129公里每小时，最高，输出功率是200千瓦，每一台这个电机。采用的供电方式是这个750伏直流的第三轨供电，刹车方式是再生制动还有空气制动。好，看一下这个实际的，谢谢淡定的辣条，看一下实际当中运行的这个 MTA。North Railroad MTA。
哇，这个喇叭好响。其他的，这个晚上拍的音，这雨好大，天然洗车服。大暴雨，对。他这个车身上这些灯是什么意思？哎，绿了。这些灯是车上安的灯吗？可能这个雨突然来的，没有准备好，雨伞没有准备好。它就是普通的通勤列车吧，有点像这个德铁的 S-Bahn， 但是它这个其实是地铁。站停那种，站和站之间特别短的那种，快把头都伸出来。这辆车编号4223。还有报站。可惜这个《火车模拟》里面没有原生态的这报站，这点希望它什么时候开发商可以把这个做出来。听一下这个。VVVF 的电机启动声，对，好，接下来就进去玩一下。New York， 哈德逊河。看过那个空中浩劫的，应该有一期记得吧？哈德逊奇迹，萨里机长成功的在萨德逊河面上迫降。我用的是台式电脑，专门游戏电脑。对，萨利机长。啊，这个发站叫什么来着 ？Greystone。也没去过这地方，所以不太了解。搜一下，好多 Greystone。Which Greystone？Train station。今天播火车模拟啊，这一站，然后看终点是叫啥来着？这个记忆力 Grand
What？忘球了，可还行。Central Terminal。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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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吧。Grand Central Station 就哪个？应该就这个可以了吧？今天我们线路是从这儿到这儿，我看58分钟，然后这个任务是50分钟长，每40分钟一趟车，不是吧？什么意思？应该通勤很快的吧？每隔几分钟就有一趟，应该。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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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看一下卫星地图，一看火车门你就睡觉。对，很催眠的。这个沿着这条哈德逊河走，一直往南走。谢谢月冷的辣条。中间还要拐过来一下，这还有个 Yankee 体育场。直到这个地方，美国的东部东海岸，这边是长岛。国内地铁通勤快多了。洛克菲勒中心，放大看一下。能看到什么车啊人？哇，好高清啊！OK， 进7:07，特朗普大厦啊，有吗？你看到了吗？广州地铁2分一班，那应该不怎么挤哈，高峰是不是也挤？极限间隔30秒，我操，这就很溜了。这个加载画面每周一换，选取论坛里面比较好的一幅这个截图，放在游戏里，这玩家的名字。416，然后这台车是已经被从这个辉石第三轨道，这个是你要根据需求要把这台车移到辉石第四轨道。今天的车比较多，所以要留意这个车内的信号。看这个灯是不是已经打开了？给我，对，车灯已经打开了，检查一下尾灯，尾灯没问题。车灯是在这个地方控制，然后这边是一个仪表灯，打开了。驾驶舱内灯不开，这个是雨刮，开。这个后面的所有面板都不能操控的，这要是在火车模拟世界里面，大部分都应该能操控，这点有点。好了，我们就启动了。游戏里面喇叭声音不是很大。方向气到前面。这台车操控起来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没有像德铁里面啊各种刹车，什么电阻制动啊、
汽车制动、列车制动啊，这种繁琐，也没有什么 C 发之类的 Pizza Bay 这些东西。N 就是代表它的 normal speed 主线的一个限速，L 代表 limited speed 有一个限速是40还是45英里每小时来着，M 是应该是限速30吧。对，美国简单粗暴。第一个任务点是在辉石第四站台接乘客，7:09到达。我们现在是，哇，延误了1分多钟了，可还行，加速。但是它也是有警报系统的。这里有一个识别。一直叫，这个不会叫了。前方还有300英里，神他妈300英里，0.3英里。好，进站，第一个站台。这下去肯定要晚点了，凉得透透的。过来对个标。对，失之控制系统那个是。好，开门。这条线路优化一般般，不是特别好。主要可能是它这个我开的最满的画质，所以它沿途这些风景啊、贴图加载比较多。哇，过来！呜嗤，过去了。看我音容呢，看我那英俊的脸。好了，可以走了。听一下启动声。这可以满档的。啊哈，换一把。晚上好，gentlemen。Nice。晚上好，Bravo。好好好，冲标实锤。把司机的论文查一下。操，延误了。延误10秒钟，可恨！谢谢，一百的辣条。还有0.8英里。我玩这个可能速度会掌控不好，随时可能冲出站台。莫名的想起了德铁的某些线路。移动到新买的移动硬盘里。够大才好哦！哎，要冲出去了，要冲出去了啊！Shit！
啊，出去了，凉了。这门还能打开不？哎，居然能打开，多细！就委屈前面这几个乘客的车厢的乘客往后走一走吧。开起来都负分，估计这个开起来也是负分。那这个对时刻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严苛的，否则也不会说是五级难度。赶快走，一秒都耽误不起。自动挡气压下来，好，出发。推到满，嗯，早点刹车。下一站是叫 Yonkers， 第四站台，还有不到一英里就到了，不快。7:16到达，这边 AI 车很多。一般看多到多少？我震的我。No， 他不是德铁。还有个车头。这回应该冲不出去了吧？杀的有点狠了，这次，呆家伙，呆起来！座机还有 CIF 啊，这么牛的吗？哪国产的？下乘客舱内，求一下这个鼻子的角度。Onboard train emergency instructions。列车应急指南。To New York， 开往纽约。Yonkers， 这个挺好啊，推到满不怕车轮打滑什么的，不怕车轮空转。看人的鼻子的角度不存在，正无穷是吧？90度。下个点是 Ludlow Platform， 第四站台，超速了。拉德楼，拉德楼。困了哈，晚安。
这条线跑下来得将近一个小时吧。CSX 8808，我才弄啥嘞？我靠，感觉在这儿玩电脑啊！喂，Hello 啊，8820。这边是有个工厂吧，应该。在弹棉花，对，8820。右耳舒服了，左耳爽，左耳爽完右耳爽。它这边信号灯就是这样，中间的一盏绿灯。凉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突然就这样凉了。这是什么情况？我靠！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好了吧？哎呦，美国也混不下去。吃素了可还行？哦，刚才 M 级亮了，我没看车里面，超了。有点快，很快，刹不住了。See you at next station. 已经很习惯这个操作了。我看不到的话，能不能开门？哎，可以，就这样吧。大家都往后走了啊，后边若干的门都可以出的，上下车。这是啥地儿 ？Sputin Duyville 什么鬼？第二站台，还好不用带，不用到就可以开门，不错。7:26到的，哎，我们好像提前了好多，舒服。前方限速45，它这个有什么预告的限速吗？不懂。
开除。他这个有预告的线索吗？媒体里面？为什么要找鲁能球迷查？这是什么梗？敢也不敢坐火车。哦，换轨了。凉了。去哪都会被开除，造化弄人呐！前方三十，所以说我要关了这个 HUD， 怎么知道前方限速多少？神一般的存在 ，limited， normal， 劝退，打扰了。就有一个问题，关了 HUD 如何判断前方的限速？这个地方突然怎么就三十了？神呐、啊！会真的三十吗？靠经验。Oh shit， 他真的三十了。这是一个弯道，难怪这么慢。应该假装看不到，直接出轨呢，就好玩了。有加拿大 DLC 吗？好像是没有吧。这个站台好短呐、啊，我这么长的车，这怎么安排呢？哎呦，好卡！好，开了，看。车尾在这个地方，所以说刚才上一个站台在后边这半区上下车的乘客就要往前走走了，辛苦你们了。I'm so sorry。挺好看的。庞巴迪。干 A 的老家是吧？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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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还有巴士，还有这个水泥罐车。必须买酒车的，买中间车的吧，以后就买餐车的座位就好了。一般餐车什么的在中间部分，司机音不太靠谱，有时候停的靠前，有时候停的靠后了，所以就买中间的位置最划算。加拿大都不愿意买放阿迪了。哇，前面那一站马宝山好近，还有 0.5 英里，哎呦超速了。为什么他这个时刻表突然没有了？总共12个站点，还走了一半了吧，一半多。这个时是代表什么？限速100英里吗？100英里每小时吗？可太恐怖了！这儿有个 P， 还有个 F，P 是限速50，F 应该是货运 ，P 是客运。
前面这个站台也好短，更短，越来越短。这可还行。长春长客生产庞巴迪，飞起来。这现实当中真的这样吗？这后边的乘客怎么上下车？这么短的站台，现实当中应该不会安排这么长的列车来通勤吧？可太严峻了，事实太残酷了。估计是美国的胖子太多了，帮助他们减肥什么的。距离降落还有20个小时。哟，下一站是大学站，什么大学 ？Heights， 高度大学，第二站台。0.8英里，就是想不开了嘛，又超速了，操！靠缘分下车，刷脸。嗯，对 ，It's a fear. Simply， 有钱呐。Station University Heights Austin Clinks 。Get off from the left side. 为什么这几站都没有时间点了呢？哦，这儿有了。第11个站点是7:41到的，可还行，还有4分，还有10分钟。我要快速飞起来。别看现在有625分，有可能到最后差1分1秒都会扣很多分。进站保证速度20以下。前面这站很近，拖了3年。世界地铁里面有吗？有吧，应该。完了，要冲了，要冲了！这个站特别短。Morris Heights， 第二站台。压住了，压住了。有英语吧？说明书。这个灯好亮啊！
TSW 里面是长岛铁路，没有这条线，哈德逊线应该是没有，是肯定没有，可能以后会有吧。哎呦，坏了，我把灯开错了，把尾灯切到前面了，打扰了。看他这个关门的声音是不是跟我们在里面巴士关门的声音是一样的？哎呦，灯切不过来了！哎呀，这真的是要被开除的节奏。提速，下一站是 Yankee E153 大街第三轨道，是什么？下一个地方是轨道，轨道上下客乘客。前方限速45。轨道上下车乘客，这个真的可以有吗？28页等于什么数？换轨了。好，卡在45。它这个也没有什么电子限速啊之类的，RFB 之类的。跑起来脑壳壳疼。Limited，好，恢复正常的主线速度。停哪儿都一样是吧？想在哪儿停在哪儿停。还有0.7英里。9ATC，Watch the speed。Air traffic control 吗？这还有塔台吗？一会儿给分配一个美丽动听的小姐姐的声音过来。Air China 416。嗯，谢谢666，大西瓜。谢谢666，再往前开一开，过来对个标。还差0.01英里，差评。什么 air crash 什么？英特尔快醒醒，你又做梦了。下一个倒数第二站，终于有时刻了，7:41到达，这不是妥妥的？哎呦，不好说，预计7:41得赶点了。45，前方限速45，魔鬼吧，这速度我怎么能准点到达呢？
哎呦，超速了，超速了，压住，压住。Investigation。没事。跑了两趟美卡来，必然果然有惊喜。顶多玩了几个小时，所以说昨天刚也赶上火车了吗？前方限速35。刹的有点狠，要求是7:41:33到达，现在是提前了有半分钟差不多，刹限速50吗？德铁，你确定就一定能赶得上吗？可太真实了。在这看车去了。哇哇哇，卧轨了。哇，3台，这是有多满？要刹车了，再不刹车，一会儿就冲出去。喜欢卧轨。有点慢劲，要被他反超了。他不停站，看似，貌似，西法。还有重庆是轻轨，这个站还稍微比较长了。哇，好热闹啊！这么多车，听得我小鹿乱撞的。哇哦！好，准点，7:41:34，35秒，晚了几秒钟，快开门！站台没有利用充分，后面好大一截在外面，还好这么多。3P 了，刚才看好多车。所以这条线路优化也不关，你看这个路面上的这个道路上面的 AI，什么小车啊，这种巴士啊坐的，谁的好了？他好了，他好了。哇，有没有一种都市天际线的感觉？看这边有来车吗？哦，来了，好了，我们可以走了。它这个贴图什么的都做得很细致，飞起来，Nova。Nova Bus 是这样念吧？我们走了。哎呦哎呦，这是柴油机吗？你听见这个声音？下一站就是终点站了。
加速六十提速，就等这一下呢。在 GCT 这是什么意思 ？Grand Central Terminal 对吧？第37轨道停车。哇，好快，好快，好快！7:51的，我们现在预计是7:48，还行。哇，待会儿不要有什么变态的限速就好了，什么限制到什么十几啊之类的。前方45，压缩30。它这个旁边的速度信号有点搞不明白什么意思。哎，这是要进入地下了吗？有点意思，进入地下了。这是啥东西？请问这个矩形是什么鬼 ？bug 吧？对，哎，突然没了，好了。我操，前面真的15哎，这能准点到吗？7:51准点到吗？跑得像火车，火车跑得像飞机。这儿可以短时间内加速到60，这个区间内。啊，飞起来！然后到这个点再来个急刹车，对吧？就很美妙。晚上好，是不是可以杀了？在这个点开始杀，杀了，不行，有点刹不住了，快，得杀了，15，疯狂的降速，估计后面乘客已经吐了一大片了，什么仇什么怨，待会儿下班路上要被痛打。杀的有点狠，明天看吧，看有时间的话就直播。今天不是有欧冠吗？昨天尤文的比赛你们看了吗？太厉害了，总裁！只要我开心就好，这么宽容大度的吗？看一看 OMZR 里面的那帮乘客，那帮屌民，难道是真香？好，15了，这也太低了吧，15。前方的道路是有如何是怎样的曲折？请问限速这么低 ，GCT 还有0.8英里。他沙尔克04主帅之前就说放弃了，他先保德甲吧，德甲保不了的话就快降级了。屌明天极限，这尤文一上来就进一颗，虽然没进那一颗，但是气场就提起来了呀，气势一下就起来了。昨天马竞踢的太差了，
在这边。哎呦，超速了！啊，好安静，当我回乘客吧。我现在已经对 OMZR 里面那帮屌民说什么已经自动屏蔽了。今天比赛开拜仁的吧，拜仁对利物浦比较好看一点。感觉谁会晋级呢？又是个问题，什么情况？被我玩坏了，打开城，驾驶舱内灯。哦，又来，看谁的手速快，真的烦。里昂爆冷淘汰巴萨，应该不会吧？啊，又来，有意思哈，怎么就凉了？这不是很好的吗？压在事物的速度往进，慢慢的、慢慢的进入。Slowly, slowly, finally, I'm in。好啦，进来喽。哎呦，这边是一条死路。假如我不停，直接撞上去会怎样？任务结束。Have some fun. The task is over. Game is over. 它这个也就是一种警报嘛。再往进蹭一蹭。大灯好亮啊！哎呦，延误了10秒钟，可还行。Finally，一台、两台、三台。哦，感谢，这叫念弹兵是吧？弹兵小飞侠，那边还有一台。好多台，这相当于一个地下车场嘛。ICE 是没有，现在只是在第三方的一些呢这个火车论坛上还有平台上卖。你看前面又 bug 了。Very good engineer. Tough and busy drive. You can have yourself a lovely rest. 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哇，959分可还行，就开成这还能得959分。是不是可以不被举报了？不被那个开除了。谢谢小飞侠的辣条。959可以得一个金星了是吧？金星 ，nice， 休息一会儿。